Hello, 大家好，我还在里斯本大学文学呢，但是我特地要在这里录一个视频，就是呢，大家如果来这里的时候，进了里斯本大学的文学院，一定要找这间教室，来看一下，这里有C114AE， 为什么呢？这里是里斯本大学文学院的葡文中心，所以你要报考学习葡语班呢、啊，然后最权威，全里斯本可能比较贵吧，但是那比较权威，教的也挺好的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条过道上面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所以这里一个人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我是蹭进来的，所以呢，来给大家普及一下。OK， 在没有人发现我之前，我把口罩戴起来了。记住了哦 ，C117， 哎，我又忘记了，来看一下114，Sorry， 来看一下这个牌子，仔细看哦 ，C114AE 就是这间教室。如果你来想报名学语言，然后你想来报考考试考葡语的话，都是在这边报名哦。然后这个地方叫做 Instituto de Cultura Língua Portuguesa。OK， 然后这里有时间表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赶紧那个 screenshot。OK， 就这样了，在别人发现我之前，我赶紧跑了，拜拜。